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，喂，今次咧要讲喎姜涛咧打篮球嘅片段曝光喎，咁样样，咁啊，我谂喺琴晚啦，喺琴晚咧，各个嘅姜涛群组咧都收到条 IG link 啊，咁条 IG link 咧就系讲紧咧影到姜涛咧同一班波友咧就打室内场，咁啊打到好兴奋，片段中咧就讲紧呢个，虽然即系我其实我觉得系姜涛嚟噶啦，老实讲，即系我都应该都唔使戴头盔，因为佢 share 出嚟条 link 咧都好清晰啊，好清晰咧系讲紧咧一大班人打篮球啦，咁样样喺室内打篮球啦，系咪？而且系呢、這个已经系讲紧呢个叫做同一大班啊，咁啊，而且佢个配乐咧就系姜涛嘅镜中镜啊嘛，咁啊而上传呢段片咧就系应该系阿姜涛啲波友嚟嘅，咁咁啊，当然我自己你问我就一定系啦，咁啊当中有啲片段咧喺。爆咗一啲嘢出嚟咁啊！一阵高恩仔同大家倾下。咁开始段片之前咧，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咧，同埋留个言咧，一个心心，一个笑，一点都得啦。同埋咧，就课金支持嗱。咁咧，琴晚咧呢段片咧一出嗰阵时咧，哇！所有嘅姜涛欢喜若狂啦，咁样样。咁啊睇下阿姜姜喺度打波啦，咁样样。咁啊睇佢咧都身手敏捷啦。同埋好 fit 啊，身形好 fit 啊，咁样样，咁就应该咧就喺佢呢段放假嘅日子咧，咁就叫做休息插电啦，系嘛，咁啊约埋一班波友，咁啊去打佢最心目中嘅最喜爱嘅篮球，咁啊好开心啊，咁啊打得，咁啊即系可想而知咧就。呢段片段就唔系阿姜涛自己嘅 IG 释放嘅，就系咧系另外一个波友释放嘅，我相信。咁啊，片中就好开心啦，咁样咁啊，起码睇到姜涛，咁就叫做好开心、好愉快咁样打波啦，咁样。咁啊，老实讲一句，姜涛咧就叫做好全程投入啊，成个打波嘅历程。嗱，虽然咧姜涛就戴住口罩啦，其实我有少少唔明嘅，因为全部人都冇戴口罩嘅，系得姜涛啫咁样。咁啊，而且讲真，打波咪打波咯，冇乜所谓噶。系咪先？你室内场包 book 咗场噶嘛？咁你唔系话普通人可以入嚟噶嘛？咁样样，咁啊 book 咗场，咁你咪除口罩咯咁样。不过我谂佢可能费事惊影响到人啦，系咪？惊影响到人，一阵有好多人过嚟又影相又握手咁啊，唔定啊。不过我相信如果真姜糖嘅话咧，就应该唔会骚扰姜涛打波。而且其实咁多年嚟，大家都有个共识噶啦，吓有个共识咧，就系咧姜涛打波嗰阵时候，我哋姜糖系唔会骚扰佢吓。其实影相都唔会咁，但系就难得啦，系嘛？难得即系姜涛打得咁开心，咁我哋又唔好骚扰佢。咁啊，喺度打波咁样，当然即系我谂有好多姜涛琴晚睇到呢段片咧，都非常之开心吓。大家可以睇到姜涛咧就开心心咁样打波，有趣趣咁轻轻松松咁样，咁我觉得系最开心一样嘢。即系我谂作为姜涛咧，即系睇到阿姜涛开心系好重要。即系因为我哋成日都咁讲，即系我哋都成日咁讲。虽然我哋都成日希望睇到啊姜涛，多啲出现喺社交媒体啊，多啲做多啲节目啊，开演唱会啊，唱歌啊，作品啊，俾我哋听得到。
但系你话作为姜糖柠檬，其实我谂我哋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想法，就系话我哋都希望姜涛就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咁样样，咁就唔好成日即系奔波劳碌啦。特别佢有即系成日都有啲伤患啦，我咁讲啦，有啲伤患。咁我哋都希望佢成日都可以尽早可以。好翻噶嘛，咁样，咁所以我谂喺呢啲层面上，我哋睇到一段片，虽然里面就讲紧姜涛咁叫做打得好开心啦，咁样样，咁但系咧就我哋都冇骚扰佢，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就得噶啦，咁啊呢样嘢就我觉得好重要。我谂在于姜涛踏入2024年啦，我讲紧咧，姜涛踏入2024年咧，即叫做，我觉得起码 at least 依家咧，我觉得系顺畅嘅姜涛，顺畅嘅，而且讲紧咧，就算之前有少少。阻一阻佢，有啲唔係好好嘅人阻一阻佢咧，我覺得佢都可以，某程度上都可以化解得到，係啊。咁但係咧，雖然你話順暢，咁可能對於一個人嚟講，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，即係順暢就順境啦。我成日即係講緊順暢嘅順境啦。咁但係我又自己覺得，只要繼續有工作或者繼續有競爭啦，係咪？你知近排競爭都好多啦，咁樣咁啊有競爭呢，咁就有壓力㗎喇嘛。當有壓力嗰陣時呢，我諗對於姜涛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，因為我哋成日傳統上以為壓力咧就可以令到一個進步，但係現今嘅科學研究咧，其實如果好即係有壓力咧，始終對個人咧有好多嘅負面影響。咁所以在於姜涛嚟講咧，其實既然2024年都行得咁順啦，我覺得就無謂再加壓俾姜涛啦。因為我近排都見到一啲姜涛 group 咧，我会形容为好得意啦，咁佢哋咧就好紧张嘅，即系你要知道，其实有好多姜涛 group 咁样出边，咁有啲姜涛 group 咧就好紧张，咁佢就话啦，哇，姜涛，呢首歌点击唔得喎，大家涌入去听啦，姜涛，去边度啊？我哋快啲去支持佢啊！姜涛喺边度打波？我哋快啲去睇佢啊！姜涛出席乜乜乜，我哋快啲去咩？就好紧张，咁就话，又要立灯牌啊，乜乜乜要单梯影相咁，类似咁样，咁啊，好紧张。咁即我都问一句，即姜涛会唔会 feel 到大家紧张咧？即如果大家现场去，喂，其实会噶噃。其实咧，姜涛咧，即系面对我哋一班姜糖嘅关心啊，或者系一啲叫做追捧佢咧，我哋嘅一言一动、一言一行咧，都会对佢造成一个传递情感噶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近排睇到一条片，咁就讲紧系咪奥地利咧？我唔知啊。因为我讲奥地利咧一个音乐家，咁啊好出名嘅，相信。但我音乐造诣唔高咧，我冇1959年、1960年嘅音乐造诣啊嘛。咁咧佢就听紧一个小朋友喺度弹拉奏小提琴，咁啊个小朋友咧就系、是。华人嚟嘅，咁啊拉得好好咁样，咁但系咧个小朋友咧，拉到好专业噶啦，专业级噶啦，咁但系我谂个小朋友10岁到啦，咁样，咁啊，但系个样就系目无口面，即系目无面貌，即系毫无情绪咁啦，好紧张啊，完全冇笑容啊，咁样，咁个
个音乐家，你睇完之后就问佢父母啊，你觉得你个女女靓咩？个女仔嚟，咁你觉得你个女女靓咩？咁个阿妈话我唔知啊，一般啦、啊，咁跟住佢就问你觉得你个女女弹小提琴弹得好唔好？佢话未够最好，咁但系个音乐家就同佢讲话，我觉得你个女弹得好好，唔系即系演奏嗰个小提琴演奏得好好啊，好，我觉得好出色噶啦已经。咁跟住佢就讲啦，其实咧作为父母，你应该 appreciate 你个女多啲，你唔好永远都将佢挂喺一个高不可攀嘅 level，催逼佢达成呢、这个。即系我谂小朋友最紧要系开心啊，同埋玩音乐系要玩得开心。做任何嘢系要做得开心。我有阵时觉得咧，一个特别喺华人社会啊，我自己觉得喺华人社会咧，对于一个成败得失睇得好重，甚至我都识得一啲父母咧，对于佢父即系对于佢啲仔女学嘢啊，要有成果嘅，啊，要有成即系要有得奖又好，唔得奖又好，点都要参加比赛，同人哋比一比。而你亦都唔系问个小朋友中唔中意，或者你 enjoy。我个咁嘅学习嘅过程，系嘛？即系正如，有啲姜糖啦，我即系咁讲啦。有啲姜糖成日就系、是，成日讲，姜糖一定要赢啊，吓、啊，即系要掂啊，系嘛？要嗰、那个。我个样样嘢要最叻啊！咁样样，咁咪同呢啲父母咪又系差唔多，系嘛？咁当我哋见到姜涛开开心心喺个篮球场走嚟走去，打嚟打去，即系打篮球，我嘅意思。咁你见到佢嗰种愉快啊，你明白？见到佢嗰种开心同埋雀跃啊！咁当然你话佢表演唱歌舞蹈系咪开心？都系开心，但系你睇到嘅，即系佢对于篮球嗰种热爱同埋愉快咧，系唔同啲嘅，你明白？系唔同啲，而且系讲紧佢一落到场咧，佢觉得真系最开心就系打篮球咯，明唔明白？即系。所以我成日自己都觉得一样嘢啦，就系、是、话，喂，如果姜涛开心咁就得啦，甚至系嗰阵，喂，即系有啲姜糖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啊，成日话告急啊，系嘛，成日话危机啊，成日讲到咩2024年嗰啲点击系下降咗啊。唔掂啊，咁样样，咁真系我成日觉得，我成日同啲即系我成日都讲啦，我成日都讲，即系如果你哋 group 睇到呢样嘢嘅话咧，我都可以同大家讲，即系我可以同大家讲，我啲你掉我去出。掉佢出 group 啦，即系一个真正嘅姜糖咧，点会成日话姜糖唔掂啊，姜糖告急啊，姜糖依家俾 Anson Low 追过啊，大马个榜就俾 Anson Low 追过，系嘛？即系大马嗰啲咁嘅成绩系嘛？嘥气啦嗰啲，我心谂系咪先？咁你话在于。即系姜涛嚟讲系嘛？2024年点会系告急啊？喂，旧年告急就话啫，系咪先？喂，旧年告急系正常啊，系咪？因为即系出现咗好多嘅意外啊嘛，你明白？出现咗好多意外系我哋都即系点讲啊？想象唔到嘅意外，同埋好多人刻意喺度搞事啊嘛，你明白？
系嘛？好多人刻意喺度搞事，就抹黑姜涛啊，揾姜涛麻烦，无中生有啊，咁样。咁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讲咩噶啦，大家都知道我讲咩。2024年就冇啲咁样样，即系唔系2023年嗰状况。即系我想同大家姜糖讲，系嘛？同大家姜糖讲，你就算喺到2023年咧，你回想下旧年姜涛咁开心咁 relax 咁样样去打篮球，寥寥可数啊，系嘛？去到2024年，真系咧，一切顺咗好多，一切都系上咗轨道，而且系讲紧姜涛喺2024年唔系告急嘅状况咯。我老实讲，嗱呢个系基于好多数据嘅report 啊分析嘅，即系呢啲大家都可以上去睇。喂，佢讲个成绩嘅增幅点击量，喂，比2023年好咗好多啦，好咗好多，同埋好咗好多，而且系讲紧。真系2024年真系上紧嘅，佢咧冇咗2023年嗰种样样嘢都好似好唔顺嗰种咁嘅气氛啊！你明白？去到呢家2023年嗰种唔顺嘅气氛咧，2024年我睇到系冇啦。我睇到2024年系冇嗰种唔顺嘅气氛啦。当然你话有冇啲小人作祟咁啊，实有嘅。但系你话比2023年咧，我觉得都少咗好多。即系起码去到2023年，即系嗰种不顺啊咁样，已经系消失咗好多，起码去到2024年好咗好多。所以我所讲嘅嘢就话，喂，既然姜涛都咁开心喺个篮球场嗰度打嚟打去咁样喺度开波啦，咁点解我哋作为姜涛，点解成日都喺度讲紧，喂，2024年有咩危机啊，有咩告急啊咁样啫？系咪？你睇我今年2024年啲片，我都讲少咗好多危机，因为根本系冇危机。好老实讲，系嘛？你就算系讲紧话，喂，唔系喎 ，Anson 都3连霸咁样，喂，姜涛不嬲系超级，个成绩都系麻麻地噶啦。喂，呢个唔系因为姜涛嘅问题啊嘛，你明白？唔系姜涛嘅问题啊嘛，佢有努力过噶。但问题上，佢都明知超级唔系佢嘅舞台嚟啦，吓系边个嘅舞台啊？系嘛，梗系咩 Anson 佬嘅舞台啦，咁样样，咁啊，所以阿姜涛都明白呢点啊。喂，讲真，既然系咁样样，咁你搞咩啊？系咪先？咁当然，姜涛唔想搞就是、另外一回事，但系作为姜涛，是不是要帮他争回一个公道呢？那就留返俾姜糖自己决定了。是不是？即是人家如果下年玩到30万票呢，姜糖是没得玩的，我都可以跟大家说，即是这样东西姜糖都知道。是不是？甚至是讲近排网络上面对于 Anson 那种票数的不满啊，那种即是对于他那种即神徒造票嗰种无奈啊，咁都睇到姜涛唔係话真係太大反应，係咪先？即人哋志不在此嘛，我都成日讲啦，係咪？姜涛志不在此，係咪先？你鍾意班俾我咪班，你唔班俾我咪唔好班囉，係咪先？你估真係攞完你个奖可以点呀？更上一层楼呀，係咪发大大？唔会㗎嘛，係咪先？依家佢有奖冇奖
都系咁多人揾佢拍广告噶啦，有奖冇奖都有咁多人揾佢做代言人啦。喂，所以其实超级呢个颁奖典礼咧，即系我真系好想超级自己认真谂下，你哋颁呢啲奖为乜啊？以前颁啲奖就系令到嗰、艺人嗰个身上嘅含金量高啲啊嘛，又可以多啲 job 啊，叫价又好啲啊嘛。但系依家唔使噶。跟 图就算冇呢啲奖，都一样咁出色，系嘛？都一样系，一样系咁受欢迎，一样咁多广告客户揾佢拍广告代言咁样样。咁所以超级即系要谂谂自己嘅出路。我成日觉得就系咁啦。咁希望姜涛可以继续打篮球打得好开心啦，咁样样，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继续留意啊，得意嘅，我觉得姜涛今次打波呢个片段得意，咁啊可以睇到好多嘢，就系咁啦。喂，好，今节嘅姜涛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，下节翻嚟我哋继续。